Hello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清晨了啊。今天跟老爸一起过来选一些他要种的种子，像西红柿、黄瓜、嫩南瓜，还有辣椒、茄子这些。因为老板刚已经过来了，然后等他给我们推荐一下。我在这里又随随便便选了几包，这个试种的，相当于种的好玩的，没有保障性的，而且这个种子很便宜，老爸一块买的种子会贵一些。这个白玉米就是糯玉米，很好卖的。昨天没买，今天买了，然后又买了这个朝天椒、羊角蜜、秋葵，有好几个颜色，买这个红色，它还有黄色和青色的。上海青又买了一包，这个当向日葵来种。南瓜，老爸说要买那种橙红色的肉质的，甜粉面的那种南瓜。那没挂。拿那个，拿新货的涨到20几斤。喂，一个皮子厚，把它的好西瓜停放了吗？丝瓜12块钱嘛，你捆绑那个东西。江南红你找没吧？哦，100一斤。辣椒我们一直种香园家的。老板还有哪子？就哪子的辣椒？十块钱拿不到，十块钱弄不起。我拿不到那八，就八点就。哇，这咋不好看呢？你后边有啥子？人好多，螺丝香蕉。你这个是去年的，应该是去年20块才有，没有啦。到现在开始转入这些高档的，我这里先收了一桶米嘛。这个后面一下，你并不是有星期四段没有这个后面就推出来，以后都是这个的。这个不变。小云家好多辣椒种啊，螺丝线椒还有螺丝椒，在考虑要不要买这个螺丝线椒。我好贵哦，多少钱？哎呦，3万便宜了哦。那我这是1000年还没1000年，是那个网友活动，知道不知道？回收。嗯，这个要跟那个一样，35。后面做出来的都是那35几个的。看看不太出来，都涨差不多了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你看老板生意多好，这么多人。老爸说他好烦，这么多人。啊，又是小人家的丝瓜。玄花养嘛。这个后面要摆出来，我是五株。五袋株。又撇青绿色，你介绍都是养的，还真都是养的。我感觉只是种子一样，换了3个包装而已，因为它的特性这些东西都一模一样啊。这不北的西风的，单锅种量又一斤，然后这个是到第6届长第1个雌花，这个是到第5届长第1个雌花。这6届都没我，其他都差不多的。然后都带一点竹，这竹青绿色的颜色。这是去年我们种过的丝瓜，5块钱。啊，这不要，这不要，这个不要。我三十块钱。你试试了。我买了一包白菜。那都是够走起啊，干啥子那个？啊，我这就不用买了。啊，等嘛，春天种的。买了一大堆，人太多了。你那鸟子住一包吗？两包。啥？他还不整个葫芦？这个种子会贵一些。我30亩打算25的。你住几亩嘛？这个是田螺是吧？这也是田螺。它就是颜色不一样，你那是黑色的，那个是白色的。哦，颜色不一样，味道差不多。你那种蒸的去，不要煮的去，煮的去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黑色。哦，这营养价值肯定很高。哦，花青素含量应该很高。对呀，它就是那个啥。这个黑色的花青素含量很高的，这个是白色，都是田螺的，颜色不一样而已。460块钱一斤。
啊，我们直播，不是我一个火力一百，直播嘛得加个这个什么？好，谢谢。服务员把了。哦，欧先生，你这个是什么？三哥，你输钱的呗？啊。啊。啊。那个工具起来，我就容易输了。工具起来。光工不买了。朋友们，春哥，这个辣椒好大呀、啊，好大！盐水菜和香青菜，撑的。早点起了，下班就走，这下班没走掉。